朋友们早，现在时间是9月23号的9:22了啊，起得比较晚一点。今天的温度是17点，看得清楚吗？17.3，湿度53，还算不错，不是特别冷啊，也不是特别干燥。给大家看一下外面。哦哟，哇，昨天下半夜风好大哦，车摇得蛮厉害，但是支腿都没放出来，因为我们在户外玩啊，驻车支腿尽量不要放，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的话就可以随时走。哇，那边风景还特别漂亮，最最前面就是湖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湖啊，就是露营在这比较没有遮挡风的那个草原上，这个算草原也算草原，不算草原也不算草原，有点像类似戈壁，上面有点小草的。好了，起来烧点热水啊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搞起来把被子抬了，因为这个房车长度是2.2米，像我豪哥的个子1.9米的床就完全够了啊，所以说在这里做了一个小柜子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小柜子里面这个是抽屉啊，这个是抽屉，哎呀，非常实用的小柜子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放了好多的东西啊。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储物空间蛮多的，其实储物空间一点都不会多，什么东西都是装满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全都是装满的衣服啊，所以房车里来说是称土称金啊，一点都不能浪费啊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好了，起来以后吃个早饭，我们开始要往喀纳斯方向走，今天目的地还是走到喀纳斯景区门口啊。一行四个人出来，我觉得结伴有结伴的好处，就是大家露营在外面相互有个照应啊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，毕竟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旅行中会让你增添很多的一些快乐啊，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乐趣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吃过早饭我们要出发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到了布尔津镇，一个布尔津吧，是叫布尔津吗？啊，到布尔津镇，我们把房车停在一个小广场里，去吃个饭。现在时间是已经12:40了啊。吃好饭，我们这里就直接出发去喀纳斯了，因为今天来这里以后，感觉天气立马就冷了，而且今天天上也有点下雨。啊，所以我们赶紧走吧，而且今天已经都23号了，然后我们这里还要玩个几天，对吧？玩几天以后还要去伊宁呢，还要去独库呢，还有很多路要走。好了，这里找到一家装饭馆，好，里面吃饭去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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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呀，环境还不错，好，我们坐这里吧。哇，很漂亮，这个灯很漂亮。好了，今天明显已经感觉到冷了啊，越往北走又越感觉到冷了。听说这里也是昨天开始加温的，好像在路上的温度估计也就在15度左右啊。车里温度我们昨天睡觉的时候20度，早上起来大概17度、18度吧，啊，所以说衣服要开始，厚的衣服开始要拿出来了。到这边更冷了。对啊，你们羽绒服都带了吧？你带了吧？啊，都带了。对对，羽绒服都带了。好了，吃好早饭，我们一会儿再打包一份。今天要赶到喀纳斯。啊，明天我们做，听说预约已经预约不上了，我们估计要开着车进去啊，开着车进去，啊不是开着车，坐着车进去，然后去感受一下啊，那边待个2到3天，然后我们争取在国庆以后到达那个喀斯啊。好了，抓饭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叫羊拐子，我们大富翁最喜欢吃的抓饭了，对啊，
然后这个也是羊拐子，他们那个两个是碎肉，啊，就两个羊拐子，这吃两碗才吃得饱。嗯，这碎肉也不错，碎啊，这是最喜欢的，我的最爱。好了，我们碰到一个蟹膏杆3米的，我们在来的路上也碰到一个蟹膏杆，刚好有一个推土车司机在旁边帮我们弄了一条路，我们开过来了。没想到出来的时候，快出的时候又碰到一个蟹膏杆，3米，那下不来了。我们刚才看了一下，3米蟹膏确实下不来。那只有从这边走了。这个斜度怎么样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这里路就比较缓一点，比较陡一点，啊，比较就是开过来要对底盘要求很高。你要斜着走，斜着走。对，对讲对讲机跟他说对讲机。这样下我会翻的。不会，你我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哎，对，一个轮子一个轮子下，我们帮你看一下。走，没事，走。好，方向打过来，方向打过来。哎，往这边打。再来，打大一点。打大一点，不行了，你那边要下去了，下不去了。往右打，再来，我看一下，打过来，好了，再打过来，下去没问题啊，好了，你这个是非承载式车身，有大梁的，不要怕，你下去小心，也是一个轮子一个轮子下啊，千万不要两个轮子同时下可以刮底，还好我们后面有拖车哥，有拖车哥。你从这边走吧，我那个摩托车危险啊，从这边走，最主要还是这条路，对，慢一点，打过去一点啊，这是非承载式车身，哇，两个轮子都没问题，走吧，哎呦，非常轻松，哎呀，没事，你也没事，好，我还考非常轻松就过去了，哎呀呀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有大梁的好处了。好了，现在是超哥的了，超哥最危险的就是后面挂了个摩托车架，所以说下面就怕碰倒，啊，下面怕碰倒。来看一下，他就把这里碰倒，也不会碰倒。好了，都没问题，都过了，好了，都顺利通过。好了，三辆房车有惊无险的通过了，那我的那个车也更没问题，因为我的车还是带空气悬挂的，底盘可以升降的，啊，好了，就是这里路有点坡度的话，因为我们是非承载式车身，啊，它有高性啊，所以有大梁。相对来说就通过性会好很多。好了，轮到我表演了。我的空气悬挂不底盘不需要升降也能过，因为我已经底盘很高了。哦，我看他们两个都能过，我这个就更能用过，更能过。掉头，请在适当位置掉头。我这个一点压力都没有，他们两个都能过，我这个压力就更没有了啊，因为我的底盘本来就高。哎呀，你那个更那轻轻松松就过来了，我这个底盘更高，所以更轻松通过了。OK， 还好有惊无险的都通过了，要不我们要走回头路完蛋了。啊，
哎哎哎哎，像这个路况的话，真的要是大通 V80 这种 C 型房车就不适合走，真的，啊就不适合走了。您已偏航，哎呀，已重新规划路线。好，前方路口还有44公里到喀纳斯。